后面做后捋禅丝，后捋禅丝就随着重心的移动，身体的旋转，手走下弧，手心向下，向后捋，右手跟着向前摆动，然后再捋右手，移重心，松胯，转腰，带动手臂。 后捋禅丝，后捋禅丝，就随着重心的移动，身体的旋转，手走下弧，手心向下，向后捋，右手跟着向前摆动，然后再捋右手，移重心，松胯，转腰，带动手臂，做逆禅师的后捋运动。好，抬腿放松。